啥呀？半夜不睡觉又？我越寻思越不对劲儿。又哪不对劲了？搁东北我还得俩月才能吃上泼泼丁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下江南大老蛙泼泼丁。这么仓促吗？打包多一会儿，走。你扬州晚报说你是东北甜妹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不能骗孩子。他们说董事是下江南愈发甜美，实则不然。怎么的呢？我这是董大将军南下，发扬东北，东北文化必须统一。等一会儿给我整两颗酸菜，我带去。怎么样？这两颗大酸菜纯正不？死孩子！我就留两颗酸菜准备包饺子，你还给我拿走呢？冬月的时候，那行李里面穿啥走呢？你穿旗袍去啊，直接甜妹儿。你有病啊！穿这个，刚搁德国给你买的 CMOH 衣服简约款。你给我买就这套衣服你就穿去吧，你下江南穿天气正合适，你回东北也能接着穿啊。你别说还真不错啊。那肯定的，这品牌官方现在德物有活动，点评论区置顶买同款，这外套内搭裤都到手都要几十，很划算，而且都是百搭男女同款。你找啥呢？我找找，我看咱俩下完江南之后下一站去哪。这辈子找不着江南搁那儿。你放屁，我们咱家搁哪儿都找着。看中国地图，想不想好去哪儿呢？我就往这边走呗，这一圈不都是吗？那他不能是吗？那咋不是呢？这不除了东三省这边不都是南方吗？这不，那能对吗？那咋不对呢？